肯定太好吃了。如果你觉得好吃，杨哥就一辈子给你做饭，好不好？一辈子。那么，哎，喂，杨哥，阿静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吃饭呢。吃饭呀？对。你吃什么吗？我看一下。不用看，我在吃肉，吃四季豆，然后吃饭。吃肉呀？啊，生活那么好呀你。对，上次你给我们买的，然后还没吃完。啊，上次你我买过来的还没吃完是吧？对。你今天干嘛去了呀？今天没什么事呀，就是吃点四季豆。我看一下你吃什么，给我看一下嘛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给杨哥看一下嘛。不用看，不用看。啊。我看你坐在哪儿吃啊？我在家里面吃呀、啊。对。就你一个人吗？嗯，对。你好久都没来了，什么时候不上来耍一下呀？等杨哥忙完这段时间我就过来，好不好？行行，好的。那你先吃嘛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拜拜，杨哥。哎，好。哎，阿静，你怎么在那儿吃饭呀？杨哥，你不来了？我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悄悄的过来看你呀。哎呀，我看一下你呢，你在吃什么呢？给我看一下嘛。你不是在吃肉吗？你吃饭呢你？杨哥你、嗯，你不是在吃肉吗？怎么骗我呀你？来，没事，来，今天杨哥过来看你，给你买的东西，看吧，走，好吧，你不吃那个了，不买东西啊，没事，你不吃那个了，来，走，今天杨哥给你做饭，好不好？我就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悄悄的过来的，怎么坐在外面嘛，你自己，里面做饭的时候有火，太热了，太热了是吧？对，你这小姑娘还骗我看吗？还说吃肉，上次我给你买的还没吃完呢，走吧，走吧，快点，杨哥给你做饭去，走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每次来都买东西。没事，你走走走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走吧，我们。阿静，今天我来做饭呀。不用，还是我做吧。没事，我跟你说了，今天你要尝一下杨哥的手艺，好不好？我专门过来跑过来给你做饭呢。那行吧，那我把这水。行。弄完，然后把火烧了，你就。行行行行，好，等一下我来哈，给我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行。阿静，我们马上要好了哈，你看一下，一会儿尝尝杨哥的手艺。好的，很有食欲。杨哥还真的没给一个女孩子做过饭呢。是吧？做好了是吧？嗯，来阿静，来我们快坐，来好了，来嘛来，快吃饭呀！你先坐着，我去把我的舅妈喊来吃饭。啊，喊舅妈是吧？可以去嘛，去嘛，我吃饭吧。你说种子们怎么想那么甜？说，说什么？菜你吃了给？我菜菜，你吃不起。那舅妈说，菜个子都是说怎么那个？舅妈们，怎么先种了吗？我们先吃饭吧，舅妈，好不好？那先吃吧，阿金，你来，你先尝一下我的手艺来。来我给舅妈拿一个来，来舅妈你尝一下，来尝一下嘛，来吃一下嘛，舅妈给你、没事，我自己来，没事，阿金你吃你的，来你吃你嘛，阿金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，杨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个厨艺。太好吃了，如果你觉得好吃，杨哥就一辈子给你做饭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我们先吃吧，舅妈，我们先吃点哈，给舅妈拿点菜哈。切根娃，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切根娃，怎么不做我被约回去？哎，师妹，我没有钱，师妹，干嘛呀你们？我做五皮，这娃吃哪个汤？我不来跟我了，我做五皮。这是我姐姐，姐姐呀，啊。
你今天干嘛呀？我这我的钱拿给他，我拿不拿给我了？我走我回去，我别去约会去啊，约会去，约会去啊。快点！你不是他还背着东西呢，你不拿他吗？不要拉着他。我先给你，我先给你十几块钱嘛，我没有钱，这十几块钱不够，你走约会去，你先拿到，但是我没有钱，以后再给你好不好？拿来，哎呦不够。姐，我们回去说嘛，回去说嘛，好不好？钱跟我。哎呦，慢点。钱跟我，快点，不行，马上来，马上就来。等一下，我走，我必去，快点。姐姐，我给你嘛，好不好？我给你，这儿有，你拿着这个。谢谢傻哥哈，你拿着这个，谢谢。对，这个不够，还有要。这个够了，你100块钱，他不是欠你100块钱吗？对不对？是啊。这个给。100块钱我还你了，好，谢谢傻哥。你不要找他麻烦，你看嘛，你把人家那个木子这个弄倒了，对不对？傻哥，加个微信好不好？加微信呀。加微信嘛，加微信好不好？你的姐姐好幽默呀。我姐就是这样的。她还没男朋友吗？还没结婚吗？对，她是要去约会的。要去约会是吧？嗯。快点，你那个傻哥的微信，你知道不？我也不知道。肯定是你知道啊，没事，姐，我没人说嘛，你知道就对着我说啊。姐，我没有加他，我们他是来帮我的。姐，我们不要为难啊西妹了，好不好？你看西妹她现在已经很累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微信给我好不好嘛，傻哥？好，我等一下给你们好不好？我等一下给你，好不好？西妹，你小孩呢？我小孩，我在上面那个悲惨嘛，有个邻居看到了，他就说我辛苦，所以把我的孩子抱回去了。我这个背到家里面才去见孩子。是吧？要等我先帮你把这个扶起来嘛，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给你扶起来嘛。来嘛，来，慢点哈。嗯，好的。那先把你放这儿是吧？嗯。来吧，我帮你扶一下来。哎，哦。这个好重啊，你这个。这个还小呀。这个微信你知道不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怎么不知道呀？这个他是来看我的那个。这姐姐又来了呀！是啊，姐姐她想要你的微信。我也想要我的微信啊！啊，傻哥，你微信给我好不好嘛？你要微信干嘛呀，姐姐？我姐她还没有男朋友。没有男朋友，你给我好不好嘛，傻哥？你不给我叫我走，我别去，又回去了。那一会儿我把我电话给你们好不好？好不好，西妹？好。对，你现在我那个，我们先不要找西妹的麻烦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行，我们先不找西妹的麻烦了，嗯，好不好？那你等一会儿跟我哈。嗯，好的，没事。刚刚那个姐姐是你的亲姐姐吗？还是？是我的堂姐。我是你的堂姐呀。嗯。我又是什么坏人，又过来找你们麻烦呢？她不是坏人，她那个比较喜欢玩而已，她还挺好的。就是比较喜欢玩，是不是？对，有时候就是他帮我带孩子，但他就那个讲条件，要一点点小钱。那他那么大，他不出去打工那些吗？他心思不发在打工身上，他就喜欢玩，然后帮我带带孩子，跟我要点小钱，然后就去玩一下，然后又回来。难怪。什么？这个是假的，还可以这样啊！哎，西妹。哎，大哥。哎，今天我来看你了。你来了吗？啊？咋跟你来了吗？我今天姐姐也在家里啊。在家。今天我化妆好不好看呀？还挺漂亮的，姐姐，你别说真的。你怎么不帮你妹妹带孩子？今天？今天她自己带孩子，我化妆给你看。啊，是挺漂亮的，姐姐，真的。漂亮呀！哎，西妹，你在干嘛呀？在扯四季豆。扯四季豆是吧？啊，现在可以收豆子了。是吧？来，我帮一下你嘛。我来。啊，大哥，我来。你来帮妹妹呀。啊、哦，来吧，来吧，一起来一下嘛。哎呦，小孩都起来了。哎，新妹，那今天那个我给小孩买了一点牛奶，哎，你没事，你把它我放这儿嘛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放这儿嘛。这是给。爸爸。啊哈哈哈哈！好。新妹，你今天怎么又带着小孩去干活去了呀？你。今天小孩没人帮忙照看。啊，你这样好危险，万一摔倒了怎么办呀？你看，那么小。我会小心的。嗯。
平时那个我给你买的那个牛奶呢，平时给孩子多喝一点哈，那个也会给孩子补充营养的那种。大哥，让你破费了。没事的。大哥，今天我大头发可不好看呀。你说这个头发呀，是吧？好看，但是你那天不是这样的吗？今天大给你看的，好不好看呀？好看。你看。啊？怎么？这个是假的。还可以这样啊？还可以这样啊？呀。哦。这是假的。假的大哎，你姐姐真的，这好不好看呀？你姐姐真的太幽默了，你看。不戴好不好看呀？好看，好看。大包好看吗？不戴也好看呀。都好看，姐姐。啊，都好看。谢谢啊。加个微信好不好？啊，加个微信喂，傻哥。等一下。好看就是加个微信呗。啊，等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我给你加微信好不好？好的。等一下嘛。好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准备跟新梅录完，我给你加好不好？你不要着急。我姐姐都在这里等你好多天了。真的，你姐姐好幽默呀，是不是？她专门来找你啊，老是在我这里找你等你。大哥，你进来坐，我今天给你送饭吃。没事，不用坐了，不用坐，不用那么麻烦你的哈，你带。今天都让你破费了，你吃点饭再走。没事，没事，你听我的哈。你看你带个小孩那么累了已经，那我就先走了哈。你都帮了我这么多次，你都没吃过饭。没事的，没事，你不用管我的哈。那我先走了。那你下次来要吃了。好的，好的。